近新闻的最新民调，就是隔约满意度已经您居冠的6%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不清楚哎，谢谢。听到自己在内阁满意度新民调中排第一，经济部长郭智辉也吓了一跳。毕竟前一天在备询台上，就连自家立委也炮声隆隆。从国发会主委刘敬清到经济部长郭智辉，几乎成为核电自走炮。不止王世坚对财经内阁有意见，更有媒体报道指出，柯建铭私下也炮口对准郭智辉和金管会主委彭金龙，就连绿委也私下形容财经内阁是外星人内阁。民进党党团在从过去从阿扁执政开始到蔡前总统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有一个完善的机制，也就是说，国民党党团是像车子的四个轮子一样运作非常完善。所以不存在所谓，如媒体所讲的，什么外星人，我想在这里严正驳斥。有高有低了，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交，低不累，就像是一支球队一样了，即便是冠军球队。在磨合之间也需要时间。不止柯建铭否认报道内容，赖总统也缓颊，就算是冠军球队也需要时间磨合。虽然就任满月，几份民调中国人对于赖清德口中的冠军球队满意度都超过40%，表现不差，但如何让行政立法间的沟通协调更加顺畅上轨道，也是新内阁必修学分。三立新闻黄成博、杨凯恩台北报道。